民进党中常会呢，今天下午决议要祭出党纪处分，全面禁止党籍市议员参选人呢参加跨党联合的竞选连线，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由陈志忠跟多位民进党市议员参选人所共同组成的一边一国连线。前总统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这次以无党籍身份参选高雄市议员，与多位民进党市议员参选人共同组成一边一国连线。星期三民进党中常会进行讨论，虽然被视为正义连线的中常委陈其迈与罗文嘉发言认为一边一国连线不算违纪助选，不过在前新系主导下，中常会最后决定祭出党纪，禁止任何跨党选举连线。跟跨党成立所谓选举的连线，在原来的纪律评议条例当中就已经有所谓有所这个第十五条就有提到所谓的违纪这个助选的这个情形，人情道理上可能应该可以有更特别的一些考量，这样才比较符合民进党支持者的这个意见了哈。不过我想党中央既然做成这个决定，我想我们也应该要尊重党的这个规矩了哈。参加一边一国连线的成员认为，他们只是认同前总统陈水扁提出的一边一国理念。这个连线不但没有办公室，也没有资金分配，当然更没有跨党助选的问题，但他们还是会尊重党的规定。但是党章并没有规定，啊，说其他党籍的人士、好朋友不能够来帮民进党籍的人来助选。虽然民进党否认这项禁令是冲着陈志忠而来，并表示党内五都市长提名人还是可以为非民进党籍的市议员参选人助选，因此不会影响民进党与友党人士在年底五都选举的合作。不过，民进党祭出党纪禁止跨党选举连线的动作，还是留给外界想象空间。记者张志雄、吴家宝台北报道。